好，最近就是冒险岛 M，它迎来了2000天的运营纪念日嘛，那么它这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，然后游戏上面是有一系列的那个成就任务，然后它这个视频最后就提到这个，它有这一个代码，你领那个礼物代码。就可以拿到一个成长药跟一个伤害皮肤，那现在就去领一下这东西。然后这是官网找到的 Cubanham，找到 Cubanham 的话，然后你就输入它这个代码，输入你的代码，然后就是还有你这边找到你这串号码。找到这一串号码，把它复制上去，然后就输入这个 thank you 是吧？thank you 2000 days。OK，然后再来看这边。好，然后回到游戏的话，找到这个礼物这边，然后就。奖励，就一个成长密钥，一个成长密钥，上了一起，然后这是上了皮肤，上了皮肤一个，大概这个效果，它这有预览的。